荒木惠里香目标东京奥运会。日本老将向偶像迈进26-4-2019。北京时间4月25日消息，国家排联官网登刊日本女排排坛常青树荒木惠里香专访稿。在采访中，荒木惠里香表达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意愿。荒木惠里香作为日本排坛常青树，连续参加了三届奥运会，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、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并作为主力帮助日本女排在伦敦奥运会夺得铜牌。荒木惠里香说，她的偶像是美国女排五届奥运会成员斯科特，她非常的有经验，力量十分强大。我在她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她对于我的排球生涯影响很深。2013年，荒木惠里香与爱人结婚，并于次年生产。许多球迷认为荒木的国家队生涯已经结束，直到他再度身披国家队战袍，站在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。如今，荒木惠里香并不打算停步，他的目标是东京奥运会。我很开心能够在国家队有一席之地，参加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。我希望所有的日本粉丝可以支持我们。